看位置，在讨论，主持人而不顾，埋头在进行你们的选择，是吗？是，没错。其实心里面很笃定，已经听出小哥和模仿者的区别吗？没错，知道，没错。他们相当笃定，很笃定。好的，三位评审，请统一你们的意见，请宣布你们的选择。你们觉得第二名的色彩，第二名会是谁？浅蓝色。浅蓝色。浅蓝色。好，第二名。现在，请各位告诉我，你们心目当中最后一名的歌手是什么颜色？请三位评审选择。粉色的，粉色，粉色。好的，那我们恭喜绿色成为我们本轮模仿的至尊之光。第一位究竟是小哥本尊还是另有其人？好的，现在请转动评委的沙发，看一下你们的选择到底是什么。坐过山车看、哦、我只有摇着冷冷的阳光，一秒钟走下，毫无悬念嘛，小哥毫无悬念。夜王可站在第三名的这个灯牌前面，我觉得不能说败了，如果用这个词的话可以说虽败犹荣了，因为你已是胜出者，对吧？是是是，今晚唱到这里都不错。哦，吓我一跳。哦，虽然要离开这个舞台，但是我还是想说我非常怀念当年一起唱齐秦的歌、嗯、啊，在街上骑着自行车啊，快乐的青春、啊、对，是回忆，我会非常希望能够再次跟他们相聚，一起唱歌。嗯，你并没有失败，你今天是季军呢，是第三名，哎，是吧？是的。谢谢三位评审，谢谢你们，请下场休息。